7月份生日嘅演员庆生，王浩信大赞剧组充满爱，再加上佢哋今日举行开镜拜神仪式，场面特别热闹啊！多谢剧组啦，咁希望生日嘅愿望如愿以偿啦，咁希望我哋剧组拍摄顺利啦。嗱，上一次发布会咧就话你要吹长笛嘅，想知道预备成点先，有冇练过先？唉，有，好难，真系考起我，继续练下先。我其实而家净系练入到吹气嗰一 part， 因为老师话其实第一行你吹到嗰个音已经好难噶啦。觉得佢好劲噶啦，已经佢练咗另外一个方向，佢练咗个气质出嚟，即系佢吹紧嘅时候你。你覺得佢識吹嘅喎，係啊，佢真係識嘅，仲要叻嘅喎，即係咪有啲風咁樣飄人？冇呢啲咁表面嘅嘢嘅，佢淨係定定地喺度吹咧，你已經覺得佢練咗個氣質出嚟。咁你只要擺一個音樂上去，咩都得，係啦。近日連場狂風暴雨，偏偏劇組外景多多，張永康同馮盈盈更加晚晚夜出拍攝。不過佢哋就話劇組非常好彩，見一關過一關。